我们一号好像也说过好多次要跳舞，你想一块吗？好，我跟他一块。到这儿吧，到这儿吧。我觉得我应该向你表示一个歉意，这是我安排欠妥，不该把他叫上来，太抢戏了。那个是那个《木兰辞》上那个，我记不住是怎么说的，雄兔脚扑朔，雌兔眼迷离，双兔傍地走，安能辨我是雄雌啊？